早安，皆さん，欢迎回到来 YouTube 了。原味的 YouTube 圈呢，现在是7:45这样。然后，我们今天约了朋友去打球，这里很晒。这个是我的第二个 vlog 啦，第一个 vlog 已经是大前年这样大概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怎么会要拍第二个 vlog 呢？就是就没有事做咯，然后想着要拍一些影片，这样就想不拍一个 vlog 咯，然后就拍 vlog 咯。所以等一下我们是去马路里打球，就这样子先，然后接下来再见，太阳晒。大家，我们已经到马路里了，然后就这样子哦，出来打一打球哦。But anyway， 就也应该没有要拍。我们打球了，可能拍一点点这样啊，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的啦。给你们看一下，你看也没有什么人啦。有时候就很多人啊，有我们的李恒，在第一个 vlog 里面，你们也看过他，他是很肥啊。但是现在你看，整个烧芒盖这样，你看，他很害羞，他 camera shy， 那就是最惨厉害之争，他很厉害打球啊。然后就这样子了，等下再看拍什么啦。也没什么东西拍啊，因为都没什么人打球，拍不到我自己的打球 highlight。哎呀，好遗憾。喂，哇，大智佬来哦！哎，这是啊，不然你很惨跳的、啊，他是大智佬，他叫吴家俊，记得去看 YouTube。屌，不是我给你拍，我妹，应该懂啦、啊。是啦，但是。也是要给人家懂一下家俊嘛哈，家俊来了又拍一下这样子咯，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打，然后后面安迪在跳舞，每个礼拜六礼拜都是很多那种安迪去跳舞，你也看到跳广场舞的嘛哈，像以后退休生活是这样子大喊啊，可以去跳广场舞这样 ，OK 啊 ，OK， 就正讲啊，不管我事啊。看家俊他在录他的新的 YouTube video， 他要拍一个影片是教人家如何射三分，还是你是最厉害射的？你呀、啊，他穿烧杯啊，你看他射不进。潮牌啊，根本很凶啊你，很凶啊。你很差凶哎、欸，那个以恒呐，才要开歌嘛，害我中版权，害我中版权怎么办？你要天天出来啊、哦？我也不好意思讲话。你不礼拜做工跟你要出来有什么关系？因为拜礼拜不可以。哦，没有，这个也是啊，最后一个礼拜可以放假。啊、哦，也是啊，他下个礼拜开学啊。其实开不开学都一样。他还是会出来啊，讲宝宝话呀。可能会少一点啊。我不相信。我不信啊！你打球一定多过啊！我以后你要跟他大声啊。打球我一定打、啊。你等下害我中版权两分哦。打球我一定打啊！小孩。Hey, hello. Welcome to my dog.哎，拜几出成绩啊？拜几 ？Yeah, at Manuli Park playing some basketball. Basketball. 拜六。We got some lit song, lit song. This is 谁的歌啊 ？Pop lit song. Today we are having so much fun. Yeah. Later we are going to eat Gohei. Yes, okay. Gohei is our favorite place to eat. Everybody, you think Ka Chuan is big? What is your opinion?Please leave a comment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ox and Ka Chuan will go and reply. You see, he ngong hai ngong hai. Han CX5 啊？好啊。好啊。以恒的 CX5 啊？好个以恒 CX5。以恒的 CX5。你看车腰，你看车腰。哇，你看这个以恒不会驾车，你看那个车牌号码，我就懒惰把打马赛车。转过去我看不到哇，我要怎样看呢？我这里不能直接调了，不能手多多，你就很差。你想怎样？反正现在我们打球啊，虽然没有打球就射球吧、啊。然后现在，喂，你看这条毛龙虾，在做什么？幼稚到死！哎呦，都不能拍到了，没有啊，没有没？没有啊。哎呀，反正现在就是要去吃东西 ，OK？ 去满家啦吃东西，然后。
就也是这样子咯，哎呀，等下再拍给你们看啦 ，OK， 看我吃东西了 ，OK， 好开心啦 ，OK， 等下再见，拜。大家好，又大家好，哎呀，都不要讲什么台词啊，随便啦、啊，反正我们就来到这个叫网购地方，玩家啦很吵吵啊，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我讲话啊，反正就啊，跟朋友来吃东西哦，这个买了板面这样子哦。啊，记录一下这样子哦，也没有什么好拍的啦 ，OK， 就有这样先啦 ，OK 啦，这里很吵吵啊，应该是很难听到啊，很多杂音啊。以恒，打包给妈妈、啊。是的，你绕点点麻辣团过去他的开房那边。看见妈妈吃到什么味道？你的鸡饭是偷偷淋了什么下去哈？真的是很快呀、啊，你以恒，很早坏蛋的以恒。Oh my god！ 啊，你的广东话谁教你的？体育老师啊？你弄开牙去擦就点冷了、啊，要不然要加。加水擦，然后放热水。你用爱哟！哇，你很超聪明啊！我都没有想到啊，怪不得你读 engineering。一脚啊！怪不得你读 engineering， 我读 mass com 啊。sorry 啊，我代表 mass com 向你说 sorry， OK？ 哎呀，刚刚去这增加充了，现在我要去哪里呢？就是去。Monkara 的蛋糕店叫什么？啊？蛋糕店叫什么？才不要跟我讲！哦，你要给我个 surprise 啊！哎呀，反正就是去 Monkara 去开个蛋糕，然后现在要在卡川，我的好朋友吴家俊。OK， 啊五啊，不是一二三啊，也不是四啊，是五。OK。到蒙特利尔，大自然很不爽，因为有大家很累，但是为了我的工作，你就要努力一下呗，因为观众想见你。Oh, is this? I love you. 当然喜欢穿那种single的，显示下大自然。不是啊，是因为很热。嗯，是很热，有 aircon 你还跟我讲穿热？还是热啊。哦，是这个 Jessily Cake。哎，朋友家。我们现在教人家怎样读啊？我们就是来吃这 Jessily Cake 啦 ，OK？ 是志真介绍的哈，志真。我不是介绍，我是没有吃过，我要 try。哦，还要 try， sorry， 我讲错。Why？ 好想 try。你快 try。我不吃啊。啊、哦。我不吃。不想吃。哦，我只是来这都不可以吃。真的耍黑来吗？你不要这样子靠近我，很惨的 focus。卡川讲，卡川讲，你不要耍黑脸。哎呀，这里就要看，就好像哔哔哔哔这样子哦。啊，没有啦。人家不是有做，他们不是有做那种，好像这里不可以讲的时候，啊、好了放一个 television 的那个东西。是啊，哔哔哔这样子哦。哎，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他就讲叫我们等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所以我们既然都来到了，就等咯，要不然怎样不给拍来嘛？反正现在我们去附近的那个 mall 走走啊，我们现在去附近的 mall 走走，这里是大马路啊，应该会听到很多风声啊，但是我是没有放麦的啦 ，OK， 应该会很多吵杂声，然后听到去再录啦 ，OK。我们进到来，这叫什么 ？Monkara。反正这整个地方都是叫 Monkara， 我也不管叫什么。Shopping center。Shopping center 哦，这真哦。嗯 ，Shopping center。
喂，讲什么哈？你觉得 Sports Direct 卖的篮球就一定是假的啦？是假的，人家 Sports Direct 高控，很像假的啦，小孩。真的吗？这什么害人的？他不要信人家，真的，真的啦，是真的，给你看啊，你的是3800啊？没有，我是4500。4500才是真的，有还有别的，哇，别的号码就不是真的。像这种 Nike 8皮的，等下7皮它就是假的啊。假的。你们看这种表演啊，才要买爬山鞋啊，要去爬山啊，5分钟爬山啊。是正常东西要买的，我跟你讲。人出多东西买的啦，他有钱啊，没有钱没有钱。看到这个 bag 要买，刚刚那个 Steven 又要买。他什么都要买了，他什么都买。他什么都买了，他什么都买。买哟。买哟，一定。买呀。每次出来都是要买东西啊，不是？一定是啊。呀，他出来都是要买东西，买要买东西要。我跟你们讲啊，他每一次跟家人去问我。一定会买一个东西，一定一个啊，一个啊 ，one， 至少一个，至少一个，啊，你看，哎，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呢？他要买 badminton racket 啊，喂，你看不起人家打篮球啊？还是打篮球吧，打羽毛球。我没有看不起啊，他都没有打羽毛球，我不说啊，还要。什么？真正有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的，听懂吗？是啦。哈哈哈！你还要继续来一次？还不是我的，你跟我讲你几组来一次？打了我，再让这。哎，你不要这样凶，这次哦，不要这样凶，你不要这样凶。喂，等下人家 report 你啊，跟你讲啊，真的是啊，乱来。哎呦。你几组来一次？你讲。哈哈。你收皮啦。你对着墙壁打啦。你真的热爱吗？你继续打。热爱呀。If you have passionate 啊。没有 passion 啊。If you have passion。他那边表演吗？You got passion towards badminton,、oh, you always will play. 没有，我在拿来打击，不要讲废话了啦，你睡觉啦。你们一直要看，一直要动我，原本是不是要买哦？哇！你很生气啊？你不想他这样子的性格啊？啊？他是要买啦，他一定要买了的，保温啊。哦，装的水呢？问一下观众大大咯，请问这个是买什么？这个是来做什么的呢？ Yeah. 这是爽吗？屌，是你挤尿的时候来用啊？你觉得这个来做什么？挤尿的时候来用啊？保温的是吧？挤尿的时候来用的咯，都讲了。装水然后来敷。你看他讲啊，你看他在讲什么？快车，玩啊！快车怎么玩不啊？啊？玩啊，不得，还没有做。那中国 sports 的会要买。买博哥，也是种运动吗？鼓励年轻人多点。哎，他这样讲的，名言名句，你们记下来啊。我记下来，我赌博啊，直接放大样子。以后父母骂你。我赌博就不是成年人。够无理哦！等一下我中黄标奖分。黄什么标啦？反正没有钱赚。大家好，欢迎翻嚟到原味嘅频道，我哋又行到嚟呢个叫 H&M 嘅三点，而家系两点半，唔系三点。Stop it! Get some help. 志正，讲下你这一身多少钱？这是什么衣服 ？Adidas。Adidas 啊，这个呢？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 bag。这 bag 啊。多少钱哦？等下，讲完讲裤子，裤子是什么？裤子是 high。high 吧。哦。这样衣服多少钱哦？忘记了。七幺 OK。bag 呢 ？bag 呢 ？bag 多少钱 ？bag 30块。裤子呢？裤子是50啊。哇，一条裤子有50块啊。50啊。都掉钱了。鞋子。你要不你玩满了名牌的 hype 啊？60块，哇，还全身上下都有100多块啊！20到30块 maybe。20到30块也是很多嘞。然后这个，哎，这是什么？这个 super me 这个假的。super me 不是，这是 super dry。不是超级干吗？不是啊，超级我。超级我。这是Supreme 的盗版。盗版啊。才要买盗版呢、啊！等下苏比咪看到了怎么办？喂，这里反光，不用紧啊！等
有张小看本本咩？我也看我们的，随便拍就好。OK。哎，这里。我们终于虽然等了差不多四十多分钟，进到来了这个叫什么地方？今天是自证请客，也够不够啊？自证。谢谢自证哦，谢谢。看他的蛋糕好像不错，没有开过，这是自证介绍的，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试了。OK。我叫的是 lemon cake， 这个。感觉不错，没有，他没有穿下去。然后是真的是叫什么 peanut butter chocolate slime， OK， 看起来好像好吃啊，好吃，真的好吃。讲一下脆脆的话，蛋糕口感蛮夹的，蛮夹，没有减，也没有存储啊。cream 跟 lemon 的存储下到好吃，不会太油腻，也不会太甜，不错不错。如果是普通版本，好好吃哦。我觉得抹茶的感觉其实没有多，对啊，我加了半半糖 ，OK 咯，但是抹茶味没有很浓郁啦，还好 ，over 咯 ，ten star 已经。说你的姜好像 six 啊，拜拜。讲到就很专业，妈的，吐槽你的东西，破缸一下 ，sorry 各位。但是我没有道德，我就会被道德绑架。Sorry。评价呢？Latte。That's what she said。Latte， 有 Latte 的味道，不错。讲乜啦？你们这些人讲什么废话？他随便了，你看去玩了，他敲门就开心了。他家里都没有动水壶啊，挺好玩的。我给你开个冷水，你看到？哎呦，魔术达人！今天 vlog 应该大概就到这里啦，就这样子啦。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然后今天是因为自证讲要去 Moncara， 然后我昨天讲，然后我就昨天就不如来拍 vlog 咯，然后他们就讲。OK， 所以就早上顺便打个球，再来吃个东西，这样，大致上就这样子了。OK， 然后，谢谢皆さん的观看。这个是整天在人家下面那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我整天报告那个。你要不要打开小铃铛也没有关系啦。OK， 所以记得 subscribe、like、share 给你朋友们看，然后就这样子，拜拜。その棒を誰のルーム、あんな日乗り越えと。